就是有问题给大家查，要让大家心服口服，好吗？理解吗？然后现在就是各位你们都组长把你们先带回线上去，你这么多人在那里，我们没法查也查不完，好吧？啊，大家先听我啊，先听我讲，好吧？我们做事也是公平公正，好吧？好不好？